等等，你全身都湿透了，我送你回家吧。 奉尽万种，怎么一下这么严肃？对了，你住哪里啊？你不说我怎么送你回家？还是你要到我家？你说话一定要那么轻佻吗？是不是这样很不让人尊重啊？
男人不需要女人的尊重，男人只需要女人的爱就行。那你懂不懂？没有尊重就没有爱。好好好，你可真像个开口忠孝仁义、闭口国家民族的老学究，我让你就是了。我还想问你在干什么呢？谁让你碰我手啊？我这是正当防卫。我才碰你一下手而已，你就正当防卫起来了？那你刚才在品酒会还亲了我的脸呢，你可不可以不要这么敏感？我没有要占你便宜的意思，我只是看你很紧张，两只手卷得像麻花一样，想安抚你一下而已。真是的，一会儿冷一会儿热，得了疟疾一样，用不着这么真烈吧。我只是不喜欢人家这么碰我吗？说吧，住哪里？我送你回去。我有什么资格爱人和被爱人？糟糕！这布料不能水洗，会缩水的。干嘛不告诉我，自己去做那么危险的事情？林真心，你还当不当我是你最好的朋友？什么危险的事情？你说什么呢？我听不懂。你听不懂？你在酒会上公然引诱高阳，你还让他开车送你回来，你就不怕他把你那个什么，然后始乱终弃吗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你跟踪我？是，我是跟踪你。我不但跟踪你到酒会，我还跟踪你到这儿来。要不然我怎么知道你住在这种地方？对不起，王香，你不要生气。我不生气。你要我怎么不生气？你不光当众跳着舞池，让所有的男人大饱眼福，你还当众亲了那个花花公子，你要我怎么不生气啊？我是在演戏，我是在复仇，你以为我愿意吗？你演戏，我告诉你，别哪天你入戏太深，到时候无法自拔。就算是我做了，我怎么了？我就是亲了他一下，我没做什么过分的事情，你有必要这样吗？就是亲了一下，真心，我怎么不知道？你的吻怎么那么轻贱呢？只要能够帮你复仇，你就亲是吧？好，我第一个报名，我帮你复仇，你亲我呀！亲我？你怎么亲我呢？
你还让他开车送你回来，一副让他怎么样都可以的样子。高阳是他们高家唯一没有见过我的人，我只有接近他，我才不会露出破绽。